院裁定房委会败诉。我哋唔理我哋嘅裁定负担点样，我哋都要系去提出系上诉嘅。呢、这个唔系话我哋输打赢要，我哋系觉得咧有重要嘅法律嘅观点嘅问题咧，系需要咧喺法庭咧系作出最后嘅裁决。中央咧喺呢个政制改革系有一个一定嘅，由第一日开始都唔系香港自己完全可以决定。至于系几时经思考之后同大家咧再做一个，我哋咧会喺明年咧开始呢个政制检讨嘅工作嘅。我点都唔会出卖价。咁个问责喺边度咧？究竟个罚款系边个决定咧？减重缓等于叫佢哋唔好出街。但是令他们更嬲的是官员的言论。那你钱在哪里？又不知道人间的痛苦。是天之外来的，是树生的。解雇后任行动科总监余仲贤被指违反程序。当然不需要辞职。我突然发觉我并未得到应有的支持。千万不要中小人之计啊。求证于王官医生，为什么要去问一个做了几个月的人呢？我迟点再解释，你给我走好不好？委任 55% 的人在里面呢，那才可以代表全部的选民。委任102个区议员，这个委任制其实真的已经沦为一个董建华一个政治分赃。就无论他有政党背景或者没有政党背景呢，那个准则就是用人为才。工程一早经过刊宪并且得到立法会批准，外界不能够指政府没有依法办事。大家都很失望，大家能够接受的方案。去挖有毒的污泥再在其他海域抌，就已经是相同的对环境破坏。所有办法都行不通时呢，才考虑到有行呢。我承认我在处理这件事件上是有疏忽，但希望市民能够接受我是无心之失。市民对他的评分就是极之低的，但你还说他有高尚情操就挽留他。梁司长说那件事是无心之失，我是信他。由決定去找哪個 artist 開始去想，還有你去找他不是等於他就立刻 OK 給你的嘛，是吧？收到錢咯，我覺得是，還有不是很多人看咯，之前有關上升會的負面報道影響到整項活動的收益。So I don't think we have to make any apologies in that regard. The impact is mega mega. 最後的數字呢，我相信是要過得幾個月才會有。社區是沒有蔓延，好像我們那個跡象好像在醫院裡那。我哋几凄凉啊！你死几多人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我知我哋要忍到几时，要几多个同事死先够啊？冇人，佢三十几岁啫嘛。咁你有冇提出请辞？我冇提出。佢哋应该继续为香港服务。咁无论系有冇人错失，都应该有人鞠躬道歉啦，起码。系，我绝对唔赞成浪费时间。我哋就系要删除晒啫嘛。咁肤浅嘅，咁样嚟削弱我哋啲人权。有人要无伦次歪曲我讲嘅说话，我严重抗议。冷静啲，唔好咁激动先，系嘛？你太离谱啊，因为咁有啲人俾人误导咧，冇紧要噶。有时好似有啲人咧，就系颠倒是非。你感觉系点啊？今晚？